我是比较小，因为完全不太懂得这个失去双腿的意义，就是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样影响，而且会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光，会觉得你不一样。可能想走播音或者是写作方面，我不希望在别人在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利用自己的外在条件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